你即马坐椅啊，就代表阮族群之间的隔阂。所以即马我应该全部刷开。啊，公马背各位先拜，等一下可能有一挂看起来真歹气的少年囡仔。有囡仔，有老人的，麻烦小可注意家己安全。好，来，咱欢迎柯以正导演。大家好。少年的小林来一个，小蛋好快。因为这个地方从去年309反核大游行之后，我们在3月15号开始在这里，每个礼拜都在这里，包括两个台风天，包括大年初一我们在这里煮饭围炉。哦，那个中破山里面的火星山是我了。哦，我煮了锅炸梅来吃，广南西吴念真他煮了炒米粉干萝卜菜给大家吃。我们在这里大年初一，我们在这里过了很漫长但是快乐的日子。现在今天第51个礼拜，下个礼拜307是第52个礼拜，代表354天，然后308第355天啊，364天，365天，就是整整一年，我们要再举行大游行。啊，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去参加课纲微调在教育部的事情，那个事情跟228会不会有关系吗？当然有。为什么？他怎么可以把白色恐怖从课本里面拿掉？表示他要磨去我们的记忆。他一直在往中国靠，完全不顾虑我们在这里人的生活福利。那最重大的问题是核电，啊，很容易解决核电的问题，但是他留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核四，还要把核一、核二、核三继续延役。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不能容忍的，啊，所以。我们在这里虽然待了一年，你们不用在这里待一年，你们只要308那一天，你们自己还有告诉你们的朋友一起出来，一起出来对我们不满意的政府提出抗议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力量。哦，就这么简单，你们只要一个下午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把意思讲完。我们现在，我后面是风车合唱团，他跟着我们一年了，没有一次缺席，啊，那现在他愿意为大家唱个歌，然后后面还有更精彩的，谢谢大家。声音，可是我们相信，只要当我们大家一起团结站在这里，怀抱着我们的理想，当我们一起检视我们过去的历史，当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而来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创造，知道我们未来要走的方向。今天我们在这边要为大家唱这首叫做《美丽岛》，我相信这是一首足以传达我们对台湾的期许，我们对台湾的希望，所以我希望下面的每个人也可以加入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属于台湾、属于我们的歌《美丽岛》。谢谢。接给我们好吗？
让我们继续延续着我们过去先人的努力，让我们在这一刻一起创造历史，一起把我们的理念传递下去。我们爱台湾，我们爱每一个台湾人，谢谢。 非常感谢柯一正导演以及风筝合唱团所带来的表演。接下来。